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名叫灰姑娘的女孩，在她很小的时候，父母亲双亡，而收留她的继母与姐姐对她非常的差劲。悲惨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。好的，一个。这是同事的一份紧急通知。但是这是皇室禁忌，这就是什么皇室的信件？我看我要被王子拜了，官方女士都可以去代表有也可以去啊，进来等等，这么漂亮皇室一定会喜欢啊。你想去，但是如果你把房子打扫干净，我是可以考虑让你去啦。啊，我一定会的，谢谢姐姐。收了。姐姐，那就看见了。一尘不染吗？是的。哼，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叫干净吗？哦，不对了，太不公平了！我这么努力换来的是什么？看来是我啊，我这不就出现帮你了吗？谢谢你啦。你相信魔法吗？相信魔法吗？就是这台日本 BMX Mod Mod Clean M3 无线吸尘器，无线打扫非常轻巧方便，还有很多不同配件的清扫刷头、电动地板刷、二合一刷子、电动城门刷。开关不用一直按压，手就不会酸咯。上啊！这个吸尘器就干净了。喵喵，不吃了，要真干净，去参加舞会了。哇哦，那个女孩太漂亮了！什么？她怎么会来？她嫁人了？My lovely Cinderella， 完蛋了，我忘记老师进来了。不，你不能走！我只要使出我的杀手锏，最强模式，谁有可以吗？进来哦！因为 BMX Mod Mod Clean M3 无线吸尘器的出现，让灰姑娘遇到了王子，两人坠入爱河，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你也想跟我们一样幸福美满吗？轻巧实用，方便又不占空间，配件实用，滤网又可免费换， CP 值超高的啦，超平价只要三字头，预算有限的你值得有一台 BMX Mod Mod Clean M3 无线吸尘器哦。
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就是大家敲完很久的我们家到底长怎样。对，好的，那我先介绍我妹妹的房间。我妹妹还在睡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进来看一下。好的，就是女孩子的椅子，琳琅满目的化妆品，哇，噔噔，这就是放一些书啊，什么一些杂文。其实我说真的，这些都是我的书哎，因为我以前读是营养学系啊，所以就是一些营养的书籍。我也不知道什么娃娃塞这里，浪费这个空间，为什么不放在床上？你该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你睡太晚了。就是我们的衣柜呢，还好吧，因为我最近有折，这衣柜又合不起来，因为东西真的太爆满了。然后有面镜子。哈哈，我今天穿搭怎么样？然后我们这边有衣柜，就是因为衣服真的太多了，那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带你去看下一个房间咯。那一打开呢，这边就是我们家的厕所啦。对呢，这就是我们家淋浴的地方。最大的地方就是这个洗手台啦，对，然后可以放很多东西啊。最近去配的一个透明牙套，就这个戴了比较舒服。镜子我真的蛮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镜子呢就是很大一片。然后这边呢就是还可以放一些杂物。接下来就是我平常最爱蹲的地方，其实我真的蛮爱在待在厕所，空间蛮大的，然后就还蛮舒服的。洗完澡的时候真的是很需要这个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家的浴室，就是这样子咯。走廊走到底有个装置艺术，有很多个水泡，对，长在那里。这边有回音耶，呼呼耶。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这边每个都要放水晶。好，爸爸房间有放水晶，我妹妹房间这边也放个水晶。话说是因为这样对门才不会相冲。大家欢迎进来我的房间，水蓝色系的，就是这样子大，就是这样的感觉，大家看一下。好啦，我平常呢就会在这边剪片啊，拍片呢会用的一些道具，然后都积在这里啊。我的床看起来很整齐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呢这都是假象啦。大超级多的衣服在床上，先关起来。好，这柜子啊就是也是藏东西的地方。好，那个我妈在睡觉，是一个非常多他们喜欢的一些古老的东西，水晶啊，对他们就很喜欢。然后其中那个照片我就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了。里面呢就他们当年的婚纱照，完全呢不知道是什么风格配什么风格，什么好拉二胡啊，超诡异的吧，整个就很奇妙，这样超级可爱。他们两个，我妈妈跟我阿妈以前的合照，哎，大概是以前流行的样子哦。我在干嘛？好吧，因为他想要叫他的男朋友起床，但是叫不起来，所以造型正常。哎，大家看我的这个一台我的古筝。不厉害弹？我没有很厉害，我先弹一点点给大家听。可是我没带指甲，我就用这样弹。好听。我觉得墙壁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因为它可以让我拍很漂亮的照片。现在很流行这种大理石的风格。介绍完了我们家的客厅呢，接下来就是我们家的饭厅。平常就在坐在这边吃饭。它就是我妹妹做的，她在做小物，超可爱的。你看，厨房就是两个烤箱，平常不会使用。她最爱的就是电锅，上面还有一个电锅。书房就是这样子，我爸一定都在打扫了，去看一下。因为我爸呢，真的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，他看到有个小碎屑呢，他就会想要打扫干净。早上的六看起来啊，真的耶，好可怕哦！你才扫一个走廊而已，神力有打扫的干净吗？他觉得很喜欢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赶快去介绍别的地方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藏了很多的酒。几乎呢都没有喝，就放在这边。那今天呢就带大家导览完毕，我们家就是这样。对，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